还记得我要你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江小月。小月出谷了。我们二人之间难免有一场恶战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是啊，假藏宝图和镖银失踪案这两件事情都跟一个人有关。在下江别鹤。我们一起揭穿江别鹤的阴谋。我们就做朋友吧。我又怎么会杀了你唯一的朋友？江小鱼，我们不能向命运妥协。天赐予我，我绝不会丢下你。无缺，你果然变了。看来我们二人之间难免有一场恶战。不是燕伯伯命我杀了你，就是我替我姑姑杀了你。我跟花无缺之间，总有一个人会死在对方手上。